麦卡洛的罚球，哇，第一人，球被拨出了界外，阿木示意说不是他拨的，他的称职，但相反刚好因为梦想家那天只用个洋将，所以他们也觉得说，哎，用这样的方式，去测试一下，如果都是单洋将的情况下，场上有什么样的化学变化？哦，来看到的是场上弟妹来到了现场啊，他也是超过140万订阅的 YouTuber， 今天没有再睡五分钟，来不及来到球场看球。啊，弟妹呢，她也是一位，哇，阿木这样不对啊，居然还跟弟妹比爱心，阿弟会生气啊。啊，今天国王队所穿着的球衣呢，也是所谓的玫瑰金球衣哦，很特别的颜色，一个主题球衣啦。对，工作人员会随意满到我们中场游戏的地点，感谢你们。威胁到了运动生命，哇！但是一年之后，任何人都在手上拿出这样的运动表，号码已经记住。那我们把头啊，上方目光放到上方下一步，上面呢是我们十位这个 Lululemon 的得奖者，麻烦呢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在上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座位号码。那记得呢要到我们。试探步，想要买开小米，被过了蓝底队。麦卡洛的罚球，哇，第一人，球被拨出了界外，阿木示意说不是他拨的。那现在出界之后，球权还是梦想家的。我刚刚麦卡洛罚球的准心有点令人担心了。是。至少走个三四波，看可不可以再转换快攻。